靠北啊，这个怎么那么长一条？幽魂附身三个粉七金水，哇哦！还好他这张图没有瞻望啊，有没有勇气？当然有勇气啊！你又没说点开了一定要打赢，是不是？我们点了就跑，干！我们先回家，然后把我的幽魂的那个宝石拔掉，让那个乌龟先躺在家里面，然后我们再去点，点了之后我们就跑。跑完之后再回家把乌龟复活起来了，复活起来之后开张新地图，把刚刚那缸洗掉。但竟然算零损吗？干，作弊来的。OK， 完美督军。哎呦，干不对，督军好像不是贵的，督军好像是便宜的。完美烈焰食人族，督军贵烂吗？哎呦 ，3D 哦，死了！你们说这只 3D 哦？那请问一下，有人要买吗？我现在卖掉的话，我就是不是就有资金可以？你们说这一只多少？我查一下好了。完美督军。3.84D， 哇操，这么贵哦！啊，怎么数量还这么少？那我卖个 3.5 就好啊，便宜卖。还是有观众要买，观众要买，我 3D 就卖，便超便宜卖。人最好的，不是啊，你很好遇啊，啊遇到了他不一定会卖你要的啊。你很好遇啊，然后每次他就卖你那个完美森林战士，你就气死了。大哥下去休息了。大哥现在感觉真的就是，有时候打着打着很容易忘记耶，你知道吗？你等级低的时候你都不会忘记大哥，因为你没按他，怪物都不会死，所以你一定会想起来。现在是打着打着，你就只想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蹲冲，一直往前走，一直蹲冲而已。一下子就把大哥，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瓦尔多的弥合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开到那个77地图的那种？开盘，它会开到什么东西？它有什么东西可以开？哦，随机传奇奖励。二展翅圣甲虫。开盘有没有进入虚空？不对，我觉得开腰带比较好。这个是。有紫粉的，看你们打同一只好不好？配合一下。妈的，另外一只被秒杀。你们有看到这个有粉跟没粉的差别吗？刚刚下面那一只只活了 0.1 秒，上面那一只他妈的靠半天。重点是上面那只才一粉，才一粉就差这么多。如果他妈的他三粉的话，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？有虚空敢打吗？我是不敢啦。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最爱惜自己的东西的，我每次他妈的，所以你没看到我都不玩哈扣玩什么的那种，玩魔兽我也没有在玩哈扣。三粉很快人会先躺，我怕三粉他妈的幽魂会死到我，我人躺没关系，你冲着我来就好，不要打我的幽魂 ，please。你们要杀我几次都可以，我归零也没关系，你们别打那个召唤物就好。哎，干完错，靠腰，我把我唯一一个黄色的田按掉了。哎，不对，上面好像还有一个，哦，那还好。遇到三粉要回角色选单，这一季玩哈扣的是不是一定要打完才可以开动，图都要打完才能开动，还是他们连动都不进去了？去 T1 连刷解升华，解完就在 解完之后，他们的这一季就跟标准一样了。好，这个盒子来开一下，这一盘开完，今天最后一盘，喝吧。有腰带吗？10，一分钟开了。我侄女，有没有看我刚贴那张图？
哪张图？我刚买了一个奉献之路，然后那个人马上跟他朋友炫耀，结果错评，跟我本人炫耀。靠杯，刚刚持久奉献二十级卖了170C， 你知道吗？你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傻逼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就是一个傻逼，没有错。他跑去跟他朋友炫，看有个智障买我的持久奉献。看你俩怎么这么好笑？重点是他妈还密错，还密到我，真的超靠北。你别跟他讲说你想退货，不行，买不到二十等。靠北，让你看看二十一等奉献之路的力量。我们的盘结标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妈的，没有人觉得会出哎、欸！我说真的，我不知道几率是什么，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神秘地图有贴膜传奇奖励，啊，不管了，就来一下吧 ，Let's go！ 你为了一把虎牙，要把自己送入虚空、欸、一个虎牙值得吗？这个他妈的来闹的吧！为了一个虎牙就想叫我下去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这一季有尖塔可以刷，靠北，白痴！欸、脖子跟你的那么像，怎么搭的都是这个？怎么了？这个交给你了，要开瓦了吗？可以的。一定可以的，放在第五页了。喝来，持久，这个名字也挺变态的，持久奉献之路。没错，很持久，很持久。喝来，我们来帮小猪玩一下这个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方刚的钱发了。持久的，看看。这个等级其实也不强。不强啊。对。阿 Q 也还好啊，扣3%， Q 也就扣1%而已，是，这都还好。好啦，不管啦 ，Let's go！ 哇干，扣3%哎、欸，超多哎、欸！我干你哪的？你好烂哦、喔！对不起，赔我2滴。我操，这么贵吗？你那颗？哦，没有，刚刚你看到了170滴。我操嘞！沒事，太持久了，对不起，下次再练一颗没关系。不准笑！